东林大哥，我这次查您的资料，你看我就是把您翻一底调啊。你老查我资料，我就想，因为我就想给大家多介绍您一些，然后我才知道，其实您从小就是在圈里长大的，对，而且从小是妈妈是说评书是吧？妈妈是唱琴书，是唱琴书的，琴书。他父亲是我们曲艺界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。泰斗级的是啊，那您这个后来说的多吗？自己唱山东快书啊，他的山东快书是一绝，他是现在不唱，他如果唱山东快书，我们的山东快书这门艺术都会因此而没有，我听过，唱的太好了，没有，其实从小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长大的，所以说知道干这一行的艰辛。所以说呢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要知道自己干什么吃的，要知道自己的位置，活得像个真正的人一样，而不是活成别人眼中的那种人。但是您既然说的那么好，这些年其实我在春晚上，您没有把这个绝活露出来呀？那不算绝活。你们说少峰刚才唱歌，说唱歌唱得真好，那是应该的。你干演员，你当演员，你不会唱歌，你跑调，那你当什么演员呀？对，你心里没有节奏，你当什么演员？当什么主持人呢？你唱歌跑调当什么主持？话中有话吗？我有那么跑调吗？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说演员，你们是主持人。对，主持人可以跑，主持人可以跑，主持人不跑，那能是好主持人吗？所以说演员啊，演员的这个基本功，就是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。唱念做打，对，吹拉弹唱全会。真的。我第一次听一个人这样夸你，哥，我都不好意思。是，我也。摊鸡蛋能吃一盘儿。我现在可以提醒一下您啊，刚才我的耳机里说呢，说这两个房间中的某一位啊，说他也知道他。那个山东快书说的超级超级好，所以也就是说呢，这里边也有一位也是圈里的一个人，肯定是啊，不跟东林老师很熟啊，而且他说男的女的，他不能说，他说他想跟你来一个拥抱之后，就想见见你，拥抱之后想抱抱你，女的，肯定是女的，这我不能说，那我可以问呢，可以问呢，所以请东林老师这里坐一下。哎呀，我都终于能坐下了。哎呀，赵峰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些年来啊，请问您这个演出很忙对吧？对。有没有美女跟你搭档过？美女太多了，我合作过的女演员，我认为都是美女，不是美女我也不跟她合作。好，赵峰老师，请到这里来。好，现在请问您选择哪一个房间？我二三二一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您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他在做体检。你说我是汉子。哦，你说我是汉，那就是个女同志，女的。哎，我知道这是谁了。我再问一个问题就知道了。哎，今年咱们在一起合作了吗？今年2017年，2017年，咱们你快点的。哎呀，算是吧，大学人家。我知道了，算是吧，将会成为未来的一个我知道了回答问题的途径。我知道了，因为他刚才第一个问题啊，是我叫他叫汉子，应该是张海燕老师。确认吗？我确认，算是吧。你就后面三个问题不问了是吧？不问了。你确认吗？我确认。啊，这要是错了挺丢人的啊。请准备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打开二号房门。哎呀，杨磊老师，杨磊老师，杨磊，哎呀，你还记得他吗？被誉为小品女王的杨磊，曾经演绎过《产房门前》《清官难断家务事》
《圆梦》等众多经典作品。而今天他为邵峰来到《你看谁来了》，又会给我们讲述哪些不一样的故事？哎呀，哎呀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姐，你挺好的吧？挺好的挺好的。哎呀，我都没想到你能来。我没想到。反正你没猜到，我特别伤心。哎，来来来，快走快走。哎呀，杨雷姐一掉眼泪我都难过了。哎呦，再抱一下。哎呀，亲爱的，好久不见了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这个其实这个怨我了，王芳还提醒过我。是啊，一开场我就提醒你了，最伟大的女人。